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优娘驾驶，今天要跟大家开箱一台福斯 T6.1 Ocean， 它可以用一般的零件，但成本就省很多，而且要解决问题。对，它的关键在这里，你看，这有成本，成本的概念啊。粉丝张大哥用自己的创意，大大改善了收纳空间，在车内打造60寸大萤幕电影院，无痕安装变频驻车冷气。中午会凉，晚上又能安静入眠，没有锁任何螺丝，没有破坏任何车体的结构，或者是在车上钻一个洞都没有，那就是无痕安装的概念。对，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办到的。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先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关注优娘驾驶 FB 粉丝页，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在路上巧遇的我们张大哥，他之前是做温控工程师。大家好，你这台车是什么车 ？California Ocean T6.1。6.1啊？ 对， 對， 對，最近很夯啊、哦。对，本来没有驻车冷气，因为它是欧系的车。对，欧系车。那边天气冷。之前我们跟粉丝们分享过，张大哥在温控这个部分研发了一套新的控制板，然后就是从这台车开始。对，就是从这台车开始。那我们来看看，好，它是怎么处理的，好不好？因为我太太不喜欢外面看得到的机器，所以我想就是想办法要把它躲到里面。没有冷气耶，在里面，驻车冷气在这里面啊。对，在里面。来，大家找找看在哪里啊？它原来就是衣柜。对，它现在把它整合在衣柜。对对对，好厉害哦。我的压缩机是固成的，那室内机是湿燃的，因为你都可以这样兜，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室外机、室内机自由选配就对了。然后下面那些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盒子。然后你看，跟你一样啊，我那个盖板先用那个 3D 链做试做。你说蓝色的是吧？对对对，那先用这样试做，比较容易找到你要的样子。那你这冷气它可以往前吹是吗？它有限制嘛，因为你要装在里面的缺点就是它的循环会不好，循环没那么好，所以我通常会装一个放一个小电风扇，像这样的小电风扇放在那个柜子上面就放着就好了。它就是用这种搭配的方式。对对对，这样子就会达到循环的效果。就是、把电扇啊，它其实空间扩大空间，因为富人要求第一是美观啊，他不要看到有东西，所以这是第一优先，就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对，好，加一个小的循环扇，他就把它抽出来。对，好，而且令人家很惊艳的是，这里很多小的物件哈，这哪里来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啊，这已经很专业了呢。这个就是我自己设计好图面之后，请钣金工厂做的。这样多一个收纳空间。对啊，你看。这有成本，成本的概念啊、哦。然后这个呢，那个是 IKEA 的套件。因为它把它开发成有些是，对，那个杆子跟塑胶件是 IKEA 的，然后那个后面的钩片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它可以套任何的东西，只要尺寸抓到就可以处理了。我做了很多钩子啊，像这边也有掉毛巾或掉帽子。都是这种钩件。这是 ABS 吗？不锈钢再去烤漆，不锈钢它就不会生锈，然后再去烤漆会比较美观，也比较不刮手。它是钣金的料件那种概念了。对，这是冲床吗？就是雷射切割再去折。那它的精密度很高了哈。对，因为我们是精密钣金工厂做的。难怪啊，一般小店人家不做。人家不做啊，但是就压榨一下吧。如果是优良驾驶的话，大部分都是 3D 列印的。我一开始试的时候是用 3D 列印做样品，确定这些尺寸都好了，可以用了，我才去做钣金。你看这又多一个功能啊。再来还有，看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用途啊？这个是一个投影的布幕。我暂时把它放在这一边。那这边其实因为它这个是塑胶的嘛，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挂毛巾。这里本来的做法，做这个的做法是，我要这边挂一个大浴巾，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隐私，对对对，就比较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帘幕啦，对对对，而且它是用伸缩杆就可以了。对，那个就是标准的伸缩杆。对啊，它可以用一般的零件，但成本就省很多，而且要解决问题。对，它的关键在这里，你怎么两侧的固定有没有？它这一块布幕是我把那个大布幕剪掉，我要的尺寸再缝起来。哇，这也是手作高手啊！我很多都是自己做，像这个是快木的，我有发现哦，这是快木的，然后我就自己画图，然后请工厂帮我切割，也是雷射，对，然后我再把它组起来。
啊，为了要转椅子，所以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拿起来的。哦，真、这样就可以旋转椅子，而且还有一个巧思是它一个卡住的，对吧？它有阶层，不然它就会跑。嗯，它是双层的。那下面我本来有一个小型的行动电源，是刚好放在下面。这些预留。那现在如果没有用的话，可以做成抽屉啊，或什么。自己做的好处就是你要怎么设计都可以啊，空间啊，还有一个 3D 列印的东西在这边，这个也是我画图，然后自己把它印出来的。那杯架，杯架，对，因为刚好就塞在那个滑轨里面。哎，你这个精度怎么那么高？还好吧，它是用哪一个 3D 列印？应该就是一般大概10万块左右的 3D 列印机器。那很贵的，我算贵了，有两架子是10000块的，淘宝的 3D 列印机。这边可以挂垃圾袋，哦，当做挂钩。这个是原厂的旋转座椅，对对，这个全部都是原厂的。对啦，它上面会打到，有没有？对，把它做成双，所以它才要把它做一下那个调整。P6.1 Ocean， 对对对，几乎是顶级啦。哎 ，Ocean 是顶级，对啦。哦，难怪这么熟悉。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点左右哈，外面是很热的，你冷气开下去，马上温度降下来。这个是原来的边柜，原来的边柜，但是这一张是哪里来的？这个是 IKEA 买的，怎么那么刚好？就刚好，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刚好。IKEA 做了很多东西都给我们用的，对啊，这个也都是嘛。对，你看，然后这个是那个特丽屋买的，贴上去的。哦，它原来不是这个色系，它原来是透明的。就贴上去以后会比较质感不一样啊！真的哎，没错，这都是原厂的。对对，啊，这边是冰箱。室内的灯就是像这个都可以打开，这边可以打开。这个是它的窗帘吗？对，它的窗帘。对，超方便的。你看，而且它遮光性好哎，遮光性真的超好的，遮光性不错。哇！真的，果然是专门做露营车的。这片是我自己把它补上去的。它好有才哦，它用瓦楞板哎。对，你可以切到这么准，对不对？可以啊。你是用手工还是用手工切的？不是雷射啊，不是不是手工切的。怎么那么厉害？而且它放进去的时候蛮容易的，因为它这个刚好可以。就这样子。就可以拿起来哦，这是蝴蝶窗啊，对，蝴蝶窗也要放进去。其实我就是这样压着，哦，一推就紧，刚刚好。你看，拔拔拔。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地方收了，不要了，其实我就收在后面。哎，哦，这里还有空间，放在这里。哦，你看，完全看不出来。哦，还夹板，它空间运用很好，而且也不占空间。对对对对，就这样。底下收纳就是我们的原则哦，因为到时候床会出来，所以我们原则是晚上睡觉要拿得到的东西尽量在右边晚上不一定要拿得到的东西可以在左边。下面有一些像是药品啊，或者是什么杯子啊什么的，充电线啊，这个就是开这个的压扣，这个压扣。这些收纳盒都是 IKEA 买的吗？对，哎，超方便。对，都是 IKEA 帮我们做的。好伙伴。另外一边我就是放那个厨具。厨具。对，上面是厨具，然后下面有一些像防蚊液啊那些啊，还有像油罐啊，也算是厨具啦。这空间很刚好。对，然后这个高度深度。对。收纳这些。对，那像里面是饭锅啊、电饭锅啊、锅具啊。然后茶壶啊，这个，而且也不会跟椅子打到，不会随时开门要拿都对啊。这边是就是饮用水，我是当拿一罐一罐的饮用水。那有一些干粮泡面啊，就放在这边。因为不喜欢很乱啊，所以要减法，能够不要的就不要，这样就是要精简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用，因为它就空间很小，很受限。可是放枕头啊，放一个抱枕啊，对，还蛮刚好的。还有小外套啊，这样。然后后面的遮阳的设计，后面遮阳设计从下面拉上来。OK。有一个拉上来，是也是很方便。灭火器，然后那个杆子，那个车边帐的杆子，车边帐的好用，很扎实哦。哎呀。自己做的鞋柜，这个啊也是镭射切割，快木的，对，看到没有，漂亮。它就利用门边这个门边可以放鞋子啊，对对。那这边我就放工具，
所以这一台车它听说还可以当成室内电影院。对。怎么办到的？我们把它上去就可以、哦、上去的、啊，试试看，试试看。因为我喜欢把它折得很整齐，看得出来。哎、欸，我不要那个看起来、哦、收的时候有没有？对，收的要收得很整齐，这样才不会挤在。井然有序的。它这是电动掀吗？对，电动掀。哦。再装。它一开始会叫你确认一下周边有没有阻挡、啊这样就好了。这边是有气压棒的，所以推上去以后它就轻轻一推它就上去了。对，然后我再把这个拿起来，超方便的。哇！然后这边把它，下面还有，对，下面就是那个伸缩带，弹性绳的概念。对，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一个4:3，哦，大概60寸，这很舒服哎、欸。哎。投影机是放在这边，我看是，哎，这个角落刚好对，刚好放在这边，它可以有个梯形修正的功能啊，所以谢谢对投影是 OK 的，对，从这边投过去，那个画面比例几乎都是刚刚好。这里看电影就很舒服啊，对，晚上真的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看电影，星空电影院走到哪看到哪里，对，最重要的是还有冷气可以吹，对，不要拉的时候东西都要收，不然小心了。我曾经这样花过2900啊，你的投影机被压坏啊？不是，投影机没有坏，但是后面的轴塑胶裂开了，一定的会撑到，杠杆原理很大，对对对。这块是我的前遮，就是前挡的遮。前挡的遮，对，这是原厂的吗？不是，这个是另外买的，淘宝的。哦。不要踩扶手的。对，踩椅子。踩椅子。哦，来。哇，扶手不能踩，那踩椅背。踩这里。哦，来来来，来。对，可以啦，不难。哎，小朋友都是这样上去的。哇、哦，上面也有灯，整个都是乳胶床垫呢。哎、欸，哈，灯啊，这里啦，有哈，两边啊，哎，有没有？哦，这个长度够了。它这个床垫是原厂的、啊，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原厂、哦欸。你看它下面还有独立筒弹簧垫的概念，哦，有没有？哦，有没有？它是这样子，欸、所以它双层的吸震。打开的通风就很好，真的。这个帆布好厚啊，很扎实，绝对可以。是原厂都建议说防泼水的，哎，下大雨有外套啦。对，要另外买一个外套把它套起来。这个身高180都没问题。它这个长度是2米，然后宽度是1.2米。对啊，还剩那么多。所以上面的床其实是比下面大。哦。对对。舒服呢，舒服，这个比较高，内侧比较高，脚的部分这边比较没有压迫，对对，比较没有压迫感。老人睡下面，小孩睡上面，对，秘密基地都是那种阁楼。对对对，其实我最关心还是这台车它的冷气，因为我们改过它的控制板，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全开的状态是吗？全开的状态，我看现在几乎是满载的。因为我这边这个控制器哈、喔，我刚才讲过有自动有那个手动，因为我是工程人员，我其实还设计了一些工程模式在里面，所以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微调啦，微调它的参数，就是工程模式，手机工程模式的概念。那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电压，那这一颗压缩机它的满载输出电压是8.2伏特，它是这样子哈、喔，它叫做电压控制变频，它送4到9伏特，那你送到9伏特就是满载，那4伏特就是最低，小数点是在闪动的，代表说你可以。随时晚上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也许今天比较热，你就调高一点；比较冷，你就调低一点。在装这个冷气的时候，没有锁任何螺丝，没有锁任何螺丝，没有破坏任何车体的结构，或者是在车上钻一个洞都没有，那就是无痕安装的概念。对，所以我说如果
哪一天不爽了，把它拆掉，它跟原车一模一样，所以保护不会有你。我这块板子，它后面有一根横杆，是板子跟横杆锁在一起之后夹在两个侧板上面，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锁螺丝，不需要锁螺丝了。对，那到了下面，我有设计一个独特的钩子，那个钩子把室外机的框架钩上去之后锁紧，也不需要钻洞。为了要美观啊，很，其实这种车最理想的方式是把这个拆掉，装一个吊式的，那个是最理想的旋转方式。好像有看到长型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在V曲上面比较多，因为V曲没有边柜，对对，他们会比较倾向用那种方式。但是因为我们通常睡觉的时候头在那一边，对，那就是你头顶上有个冷气，我老婆是完全不能接受，所以退而求其次装到这边来。它装到这边来，其实它影响到的空间也很小，很有限，因为它下面还是有很大的储存空间啊。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从椅子变成床啊，它怎么操作？这边有一个把手，把椅子往前推。哦，它有滑轨。对，推到一个定点之后，就这样卡住，然后这边拉起来。哎、欸，哦，直接放平啊！而且它中间会顶起来啊。对对对对。哎、哦欸，然后再把那个床垫拉过来。哦，它是一个完全平面，所以比电动的容易一点、啊。很快，很快，电动的比较慢、啊欸。那如果要收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上来、哦，它会沉下去。对。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桌子，哦，它里面有一张桌子啊，哦，在门，它在门这里藏了一个桌子，有没有？门后面藏一颗桌子。我装了600A 的电池，有点太贪心。这个啊，600A 太贪心了，好大，所以它占了很大的面积。我以为是置物箱，不是，它是一个电池。对，然后我，所以我现在会。想要把它改装成横式的，因为外面存取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对，这个太深了、喔、不好存取里面的。哦，对对对。哎、啊，但是因为这样配置之后也刚刚好，这边刚好是长型的。这边我没有全部拿出来，因为有些东西我去放在上面。这边还有一个风扇，也是循环用的。哦，吹风机啊嘿嘿，然后这边就是电线啊。那下面其实是瓦斯桶。但是我们比较越来越少用在车子里面用瓦斯，对对对、欸。如果要用的话，用一个小的卡式炉，或者是用电的，对 对, 對。因为这个电池那么大的哈，以后几乎都会用电的。那像这个是不是洗澡？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连蒙头，那个快接啦，快拆、欸、快拆头啊。那里面在这里，里面有一个连蒙头、我们打算会做一个套件，把那个东西挂在这里，就不需要再去拆装了。不然你这东西都要等于拿走、对，这个要拿走才可以拿得到。对对对。那这边有一个开关哦，开关在这、就是那个胖脯的开关。要转成那个床的时候，一定要折下 下来。对，可是这比拔掉方便啊。还有一个 DIY 的东西，这还有哦啊啊，这个是那个百叶透气床，对哦。我的网子比较细，是，对对对哦，而且它是硬网哦，我那个是软网，它会。会软，太软、这个是金属网，你这个是针对 T6 开发的吧？ T6.1， 因为 T6 跟 6.1 的尺寸稍微有不同、哦、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对，没有办法共用，不锈钢做的哦、欸、它如果我用铝板也可以，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铝板的变形量比较大，外侧挂上去里面锁紧、因为这样会比较好，对，卡扣的概念，对，这样子它就基本上不会掉下来、然后再到里面去推上去把它锁紧、它有试过下大雨是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旁边有胶条，对啊，这密合性、当时会做这个主要是因为想要通风很好，比如说我在里面煮食的时候，对，我希望风要能够往外送，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当时才会去做这个，而且它有纱窗的功能，对，有纱窗的功能，对，又防雨，是本来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是要装那个手提式那个 Zero Breeze 那个因为它有排水孔，所以你当初一开始是用手提式冷气，对，然后后来才改成驻车啊，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它左右顶住在锁紧，对，当然是这样，哦，这个很稳啊，很稳很稳，所以它也不用粘啊，不用粘不用粘，只是怕会吵，你在开车的时候有风切声，下面这边都是插进去的，哦，这两个不动，对，两个面，哎，这样可以啦，对对对，哎，这样就可以直接玩锁紧，买的时候是318，过两个月之后变成328，今年是再加25万，还买不到，等不到，对，还等不到车。如果你转手的话，你马上立刻就现在。我不要卖，是卖家买不回来。车边帐拉出来，还有边布、天幕啊，我都放在这边，都在这里。就是你的车边帐，它的边布，对，有没有？这两张椅子也很好拿，而且很轻啊，是因为这是铝铝合金的啊，对，铝合金也够，你看。
哇，野营的时候有这一套系统真是太方便了。夏天它车外遮阳，车内有冷气，这真是梦想的家，移动的家，舒适的家，哎，太棒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要有清凉饮料。清凉饮料。今天特别感谢张大哥无私的分享 T6.1 Ocean 的改装，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有更好的车居生活。我是优酿驾驶，我们路上见，拜拜。Thank you.